大家好，我们是中叶夫妻，我是小潘，我是小秋。在我们农村这几天又到了农忙的季节了，开始种庄稼了。看小秋泡的这个玉米都发芽了，我见都没见过，我们这边一般都不是这样子种的，还行吗小秋？可以的呀，在我们那个地方啊，每个季节种玉米都是泡24个小时，拿出来放在那里，就放在口袋嘛，3天4天它长芽了就可以拿出来种，因为太阳太大了，没有下雨，害怕它长不起来。有些不是太阳大啊，它会干掉，所以这样子种很快。你不相信它会长的？我说它会长。还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豆豆。你看这都看这个样子都不行了，还可以种吗？可以，宝贝。那就听你的一次。因为在我老家太阳比较大，所以我们都是用这个方法来种比较快的。你用锄头挖，要挖到猴年马月才把那里玉米种完啊？你别看不起我，我在我们那个地方都是用锄头挖，一个一个坑的挖出来种玉米下去，一样一年到头都有玉米吃的。我知道啊，但是这样子的话不是很耗费体力吗？你看你后面那个打田机是用来摆设的吗？那你不早说。那我也没有叫你用锄头挖，是你自己拿的。那刚才你叫我拿锄头来挖的呀，真的是。你是没事做吗？是你自己要挖的，关我什么事？看把我手挖那么痛，都挖那么多了才讲。你搬这个是什么？会不会开哦？会啊，不会开这个还叫什么农村人啊？在你们老家没有打田机吗，小秋？有，当然在我们村里面有200多家户。只有3-4家能买得起这个打田机而已，像我们家是买不起的。每一年我爸爸妈妈好辛苦的种田的时候，要拿那个锄头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挖，然后放水，放水过一段时间才开始重新拿锄头去把它，就是说弄的那个小小的那个泥巴才开始栽秧的。好辛苦哦，种玉米也是，不管石头再多都是人工来挖的。在我们这边都普及了，家家户户都有了，而且这个机器有8-9年了，买的时候都是好几年了，老爸买的。我爸妈45岁啦，都还没摸过这打田机，跟你说。真的假的？真的。这不是很容易摸吗？这有什么？但我们家没买到怎么摸嘛。也是哦。是。有时候觉得太辛苦太累，太阳太大了，就请别人来打，但也要花钱请别人来，别人谁来？有时候请别人都不来，不来就没办法了，只能用锄头挖啦，就算一个星期也要挖，很累很辛苦的。可以了，我要发火了。打火不是发火。哇，好牛啊，这样就可以了吗？这个打田机刚才我听我老公说是有一根铁在那个中间把这机子顶住的，不过上次公公把它割掉了，所以现在拿它来打这个地要用力用力压下它才可以打到。看我老公好累好累的样子，像我自己都压不住这个机子。帅哥，还是很帅。我打这个地快不快啊？快啊，你看那么大的石头就被这个小小的机子把它全部挖起来了，这样子多么轻松啊，种玉米。而且这个土很散哦，就1个小时的时间，假如我们两口子挖的话不知道要挖到什么时候，不敢想象我越南丈母娘家里他们那么多田地都是靠人工锄头挖，很辛苦啊。那没办法，如果说你不挖的话那哪来的米吃啊，就算太阳很大很大每一天都是要这么做的。也是很辛苦啊。那我也太佩服你们这边了，是谁能那么聪明把这个机子发明出来，这样子我们农民多么轻松啊，靠挖。上老一辈的话那
好累的，别说老一辈，现在我爸爸妈妈都还是靠人工来挖的。我每次打视频回去看到他们那样子，我好，就是说好心疼嘛，看着他们好辛苦啊。如果说有一个小小的机子这样子给我老爸打那个田，他们就轻松很多了。也好奇怪啊，我们这边十年前就普及这种农业机器了，怎么小秋他们老家还那么贵啊？现在我们这里100多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有。我看到哎，我看到你们村里面哪家都是用这个机子哎。现在轻松多了吧？嗯。好，那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家里拿装那个牛粪的东西来放一点粪，然后再放玉米，这样它好一点。可以，然后你给宝宝来一瓶那个牛奶哦。哦，那你等我一下哈。没事，我不怕的。好好好，我马上来。快点哦。啊，好。哎呀，终于来啦！停在那里就行了。去那么久啊？哎呀，爸爸好累啦，去哪里都是要爸爸抱。过来，他的鞋掉了。去哪里呀？啊，爸爸回家拿牛奶跟妈妈说。这是谁给你买呀？啊，他爸爸下来了。哎哟，跟着爸爸就是开心啊，想要什么有什么。你要放粪还是要放玉米？小秋，现在我是把它放在桶里面，然后等一下你来放粪，我放玉米。为什么呢？你要考虑到晚上我是做饭的，如果我摸这个多么上头啊，是不是？嗯，这个理由不错。够了够了，等一下抬不动。可以了哈。嗯，这个是牛粪。这个很好的。快上不了哎，上来。走啊。刚才我一个人在这里，我有点害怕，等了等你都还没回来。你怎么放一个不放一个的啊，小秋？没有啊，这里都有玉米，那里都有玉米啦。人家是一个一个的放在这里，怎么放左一个右一个的？那你我怎么放你就吃一口，滚一边去。这味道好上头啊。那你怎么不试一下尝一口，它是咸的还是甜的？这个不知道是咸的还是甜的，没吃过。反正我们种玉米不都是玉米长起来我们一样吃的，现在不如你试一下他们的粪是什么味道。让你试一下来。我不用试，我小时候我试很多了，现在 你看这个又没放。哪个？这个放一个。那现在补进去就好了吗？快点放啊。还有这个。我去拿一下，我去让你咬一下。快点，玉米已经种好了，我们家宝宝也睡着了，现在天也快黑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拜拜拜拜，谢谢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